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在这个三角形 ABC 中哈，角 C 是90度的，那 CD 哈是等于6，啊这个 CA 是等于8，啊所以这个应该是等于10啊，哦因为这是直角三角形嘛。好，那 G 是重心呐、啊，他现在问说哈，重心到达斜边的距离啊，哦这是90度，那 D 等于多少？D 等于多少？我们知道重心哈、哦，重心呢连接那个三个顶点，会把这个三角形哈、哦、分割成每个小三角形面积都相等，哦把这个三角形分割成三个相等的这个面积，三个面积相等的小三角形。好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、哦、这个三角形 AGB 哈，它的面积呢大小哈是等于1/3倍的三角形 ABC 啊。那这个 AGB 哈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这个底嘛，底啊乘以高，高的话是 D， 啊除以2。那这个三角形面积哈，这个是直角三角形嘛，是底乘高除以2。6乘以8除以2，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把 D 算出来了，这个的话，这个是2跟2消掉了，32得6嘛，好，所以 D 的话等于多少呢？1/10，按约掉2，2×8=16，2×5=10，所以是等于5/8，所以答案是5/8。